好痛。女星当街戳爱人鸡鸡师弟看不下去来帮忙。香港女星龚嘉欣拍摄 TVB 新戏《杀手》波折不少，上月一场打戏被打到断手指，今好不容易伤愈的她昨晚到兰桂坊附近的僻静公园出外景，只见龚嘉欣抱入上阵，穿网袜性感现身。剧情安排他拿刀刺伤临时演员，还要在临时演员奄奄一息之际对对方下体又踩又踢，接着仰天大笑。虽然剧情不多，但拍了一段时间，导演怎么看都不满意拍摄效果，就连对戏的师弟李耀祥也忍不住跳出来亲自示范叫临时演员演技。他边演边说明被踩时一只脚多少也要有抖动，之后也指导龚嘉欣该怎么踢，能够获得师弟亲自教戏，相信龚嘉欣和这位临时演员应该获益良多。